这里是开往下关塘沪或沿留岛的联络船的登船口，请在自动售票机上购买开往目的地的船票，然后在栈桥等待发船时间。开往塘沪的航班大约每20分钟一班，到达塘沪栈桥大约需要5分钟。沿留岛是宫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决战的著名地点，单程约10分钟，请确认发船时间，购票后在栈桥等候。如果您要乘坐最后一班船开往沿留岛，请确认回程船的时间，以免错过。如果本指南对您有用，请赞一下。